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号。那我这部片呢，就是来抽这个《进击的巨人》合作，也是蛮久才抽，因为已经到这个火属性加倍嘛。那第二弹这三这边个人比较喜欢，就这个米卡莎加阿尔敏啦，因为就是一个广范围哥和加米加勒好朋友。那第一弹的话，因为我那时候有抽，所以缺米卡莎。不过米卡莎现环境来说，其实也还好。那我就决定抽第二弹，看有没有机会捞到一个这个阿尔敏加米卡莎，就高歌离席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些4950嘛，准备我现在40战号都是大概在40，我们就看各投10抽，看能不能拼到非洲鱼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来抽。那这个法尔科是因为抽那个特域拿到的，特效，该不会第一个时间就让我高歌离席吧？OK， 这个是。哦，米卡莎，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米卡莎，终于让我补到米卡莎了。我记得我第一弹那时候超想米卡莎的。然后这个是，这是四星吧？啊，对，这是四星，这是四星。哎，怎么又跳了？跳谁？哦，巨根正太，哎，不错，这只也蛮强的。意外补到米卡莎，这个抽二出一，蛮正常的，蛮合理的。好，非洲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会有什么。拜托，给个米卡莎阿敏，孙尚香。OK， 那我们再丢一个时间吧。再丢一个时间哦，看有没有机会能跑特效出来。来，沃加，好，那大概是这样啊。那我们去下一次账号吧，主号就投20抽，因为还要等之后的活动，因为今年应该就是每个月应该都会有合作，所以宝珠基本上自己要控管一下。好，再来到我们的二号，那二号一样也是4950，那一样先给他一个十连抽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单抽试看看，说不定单抽就直接出了。就是出这个非洲玉啦，那我二号就可以省石头、省宝珠，来吧。好 ，OK。好，非洲玉。欸，有特效吗？没有，没看到。哦，兵长 ，OK。抽二出一好，来个十连吧，拜托。哦，那是特效吗？吓到我，蛮酷的。来。哦，好，我以为是那个，来吧，米卡莎阿敏，啊，也行，这只也 OK 啦，水属性的，杀下，这只战后居然没杀下，水属性的，看一下。超反伤、反船、超反风、反击杀手加飞行四反，然后加一个狂轮触壁炸弹跟超强跳弹，就是比较泛用的角色，比较泛用向的角色。好，那合作角补到也 OK。好，一样来到三号，那三号部分一样也是40/50，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十连哦。如果运气非常不好的话，爆死的话就会直接上非洲鱼。不过我已经很久没看到合作特效了，上次刚刚看到那个晋级卷合作特效还蛮开心的，我记得我真的好一阵子没看到合作特效啊。好，合作四星，阿尔敏，这次的第二弹的合作声音还不错啊，两只都还蛮不错的，可以留个两只来做使用，就或者你如果你特意歪倒的话，
欸，等一下，我刚是说，如果全爆死会直接进非洲域吗？来，来啊，来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米卡莎阿尔明，我只求一只，抽让我抽个一只吧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好了，他们一样也是男生女生嘛，对不对？合理，其实合理哦。我觉得我们抽看看第一弹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刚抽二都出一，那我照理来说我抽一应该要出二，这个想法应该没错啦。我刚抽了三只合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两个一，两个一，两一个，哎，杀下，两个一，哎，两个第一弹，一个第二弹。看来三号不对劲，三号看起来不太对劲。好，那我们三号大概就投到这边了，我们去留给之后的活动。好，来四号吧。好，最后呢就来到我们的四号，那四号一样，拜托了，再来，拜托让我捞一只就好，捞一只就好，我只要一只米卡莎阿尔米。拜托了，第一个十连，来跳跳跳跳，好，合作事情正常，正常正常，再跳一个，再跳一个，好，正常正常，哎，再跳一个，该来了吧？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再跳一个，再跳一个，再跳一个就好。哎，没有那个假币吗？还有 fuck， 应该是，来吧来吧。奇怪，我天天挑他加倍抽，不是应该要？啊，李维，四只李维，哇，四只李维，有点多。我之前有两只李维，那现在四只李维。好，非洲一出李维，不错不错。四只李维哦，嗯，可惜没有那个复刻那个兽之巨人让我多。好，那我们再给他一个十连吧，拜托了，有没有机会出啊？有没有机会出啊？来吧来吧，海底捞月。好，乐佩歪一下，歪到没关系，移转币，随属移转币。好，终于出了这个第二弹的事情。啊，好，其实整体来说抽的还不错啊，那基本上都是抽第二弹然后出第一弹，那之后就看特约有没有机会歪到吧。好，以上呢就是这次晋级的巨人合作的这个抽弹影片哦。对，那就祝各位有抽到欧洲。那个人倾向呢，可以这次的合作啊，我觉得一般玩家大概抽个10抽到20抽，其实就差不多了，就我会比较建议去蹲之后的活动会好一点。好，以上呢就是这次抽完一遍，那谢谢大家，祝各位有抽到欧洲，拜拜。